找回来了。哎，下地了。刚换上的地道战。队长啊，都说邻村要放电影了啊，你看你这个自行车上到处是电影，咱这个村打一场电影还没捞到放呢。没放过你还没看过？你上别的村看不一样，咱村省下点钱还能搞生产。就是，队长啊，你不是跟软饭员是铁哥们吗？啊，咱得免费给咱们放一场啊。只要我跟他一张嘴，他肯定来。不信？看见没有？这是电影胶布，金贵着呢。一般人要，他能给啊？哎，村长，什么时候开口啊？这次啊，这次我就说。哎，村长，我怎么少了一节啊？啊？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刚换上的铁道游击队这。这是谁家的自行车啊？怎么跑咱家来了？还能是谁家自行车呀？咱村不就你一辆自行车吗？电影胶布呢？破坏了我们的祖国，到底是谁？
哎，咱俩换一下胶片吧。我拿烟盒换回胶片好吗？不准换！你真的想要回去吗？走。林村又要放电影了。电影？你不是看过了吗？我还想看。看电影不能当饭吃。我去茅房。
海上日出这篇课文表达了作者热爱大自然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。那么为什么说作者在这里面表达了他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？因为在1923年，同学们下课。啥名啊？两个字。哪两个字啊？不告诉你。想知道电影名的跟我来。哎，你会去看吗？嗯，我也去。你怎么不问我呢？我问你，你会说吗？嗯，那你说吧。哎呀，你就问问我好不好？好吧。今天的电影放什么？好吧，我告诉你演什么。等等，他说演什么？他说他不告诉你。哎呀，他不告诉你，你就不告诉我。他说他不告诉我，中了。
妈，嗯，今天晚上演小花。哦。小麦，帮妈多搭几把笤帚，明天市集，我去把它卖了。一把笤帚2毛多钱。你爹走得早，咱不扎点笤帚，咱吃啥？Thank you.
啥事儿？你叫什么？你看，什么时候能上我们村儿放一场？啊？哎呀，人家大村还没排上呢，你那巴掌大点的小村儿，根本不会去的。我看你是……我跟你说，不用跟我说了，你们村不在计划上。自行车，是不是再上你那儿拿点电影胶布、包包啊？我教育你多少回了，那叫胶片，不叫胶布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电影胶片，电影胶片。得了，得了，您乡里面见面了再说。哎，好嘞，赶紧看电影。Thank you.
赏花是一朵什么花吗？知道吗你？不知道吧？小花是个人。哎，你是不是没看过小花呀？看过没有你呀？啊！妹妹找个梅花柳，不见哥哥心忧愁，心忧愁。我要去看小花，你知道在哪儿放的？不知道。那你上哪儿看呀？不知道。哎，我想了一个办法。我也想了一个办法。望穿双眼盼几人，花开花落几春情。前赵家村就是后赵家村了。哎，后赵家村不见了，山路呢？哎呦，我也山路了。就是你那嘴过山，谁不知道人家相亲把人家姑娘都给吓跑了？胡说，那是那姑娘追着我跑的。说说说，哎，干死你！成吗？什么事儿？你帮我问问放映员，小花放到哪个村了，还有哪村没放，成吗？哦，从黄村上去的，是蓝村。蓝村旁边有一条河，叫墨水河。墨水河一尾巴甩上去的是洋河村。洋河村光棍多，不说话能憋死你啊！这洋河村为什么光棍多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村的人太懒。啊，今天放映员不在乡里。那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哪儿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他秘书。哎，今天让你妈给你包饺子吃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去过的地方现在数也数不清了。爷们儿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远，毫不客气地说，咱们乡我去过的地方最起码得有一半。那会儿比不上你，20-30个村子我也走过，但我眯眼我都能摸下。哟吼，老兄，感情这么说，你这两条腿也见过世面了。
既然这么说，你知道王屋村在哪儿吗？当然知道，谁叫咱们从南开，我都知道，就在水库西面。你那纯属于是蒙小孩的嗑，谁不知道王屋村在王屋水库的南面？蒙啥？你去过没？我既然没去过，为啥说在南面？我说南面就是南面。我说在西面就在西面。你这人给我懒妈呀！啥天天哪儿我没去过？我说南面就是南面。西面。我说南面就是南面。西面了。我懒定说南面就是南面。你这小孩都知道西面，我俩穷命啥呀？哎爸，你忘了吗？爸没上乡里去。那你上哪儿了呀？爸扭车去了，这车不溜啊，要生锈，知道吧？啊。那你什么时候上乡里呀？哎，有事就去，没事就不去。这是墨斗村，这是蓝村，这是前赵家村，这是洋河村，这是红旗村。咱们乡真是这样的呀。嗯，你就是用这个去找小花。嗯。那你知道在哪儿放吗？不知道。这是陈家屯，这是前赵家屯。上车吧，走，来挤一下。大，哎，大叔啊，你是哪个村的呀？河西郭村的。那你们村放小花了吗？放过。几号放的呀？六号放的。大。那他们都是哪个村的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。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村的呀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还不成啊？大，啊，这是得了，太好了！我村长还要忙，你让不让我当村长？我这样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哎好，各位村长，哎好，各位村长，咱们下次再说啊，下次再说啊。哎，小冉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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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咱你也下次再说，大家都下次再说啊。你看这忙的，他都应付不过来了，都。你先忙吧，我知道公家人都忙。好，走。哎，不是，王叔叔，哎呀，好了。哎，我这一年才有几部电影啊？啊，我要把所有胶片全都给你们剪了，贴车上了，咱们看什么去？对不对？再说，我这不有正事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正事。走了，走了啊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没有电影喽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知道，我就好这口。再说，我们村一个电影都没放过。你说，好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胶片就在我屋的箱子里面。你走的时候给我关好门啊。
你们这院儿可真大。那是啊，有一次我在里面迷路，连宿舍都没找着。那你以后就住这院里了吗？没办法呀，现在没什么地儿住，在这凑合吧。一辈子吗？一辈子啊。那你是正式工吗？啊，什么正式不正式的？娟儿，我跟你说，像我们这种文艺工作者，那就是一块砖，想往哪儿搬就必须要往哪儿搬。哦，我听说广播站的李广播他是正式工。他，嗨，他就是一个念通知的，他不文艺。19号就到小诸葛村放电影去了，你去看吗？那20号不就到我们村了吗？到时候我再看吧。我们想那什么吗？想什么呀？我不是想见你吗？你们这些搞文艺的人说话怎么都这么随便呀？买一只啊！哎，糖人了！大婶，哎，您是哪村的呀？我呀，我是小诸葛村的。你们村放过小花吗？小花？啊，这我没放过。赶集了！11号在墨斗村，12号在陈家屯儿。13号在高木寨。今天是14号。涛儿啊！啊！爸爸给你弄一个好东西。那什么了？自个儿看，在这儿。应该在刘家屯儿。我的办法实现了，今天应该到刘家屯了。来，给。你看，放影员好像越走越远了。还有6个村就要放完了，那你上哪个村看呀？
再过三天，电影应该到小诸葛村了，我到那儿看去。这么远，你怎么去呀？我想好了，我骑你家自行车去。啊？爸，我想学自行车。你这个又瞎说什么呢？你挡着这个自行车，谁都能学，啊？他跟马一样，认人。我就学三天，一定学会。草儿，爸在咱村厉害吧？嗯，厉害。爸是村长，学了三个月才学会。你就是个小学生，怎么着还不得学一年？学三天，你顶多能把这个铃怎么摁学会了。草儿，等你长大了，爸给你买个新的大永久当嫁妆。到了那时候，啊，咱村儿可就有两辆大永久了，好不好？爸最长睡一个小时，最短呢也一个小时，一天一小时，那我就得在三个小时之内学会自行车。我爸是村长，他用了三个月才学会的。是吗？我看他登上去就可以走，怎么花那么长时间呀？那谁知道啊，可能你爸太笨了吧。把住了！哎呀，别蹦下来呀！你爸还学仨月呢。哎，你快点！你扶稳了啊！扶稳了。走。
你给他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，他要是再不还自行车，我就把他尿炕的事儿说出去。我爸说了，等我长大了呀，就给我买一辆大永久自行车。那时候还会有电影吗？当然了，电影一直都会有的。小草，你扶好了吗？扶好了。小草，你可千万别松手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松手的。哎，小草，你怎么松手了？哎，你爸知道了揍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哭。一开始就使劲哭。我走了。Thank you.
买笤帚喽！你买笤帚吗？买笤帚喽！买笤帚喽！笤帚。买笤帚喽！两毛钱一把。哎，大爷，现在几点了？12:01。谢谢啊。没有。四毛、五毛、七毛、九毛、十毛、十二、十四、
哎，叔叔，去小诸葛村的路怎么走？就这条路。哦。娟儿，我的心就像我脚下的这辆手扶拖拉机一样，它不停地在奔向你，它的油门一直在加大，加大。虽然我不是政治工，但是我是一个正经的文艺工作者，人们需要我，而我需要你。怎么还不来呀？鬼不来了！胡说八道，来了也不让你看。哟，阮方圆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哎，老朱啊，啊，找人啊，把我这些设备都给他卸了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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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再给你安排饭，饭就不用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村不是有个叫朱秀娟的吗？是是是，把他叫来，有些情况我跟他交流交流。好，好，我马上派人叫去。好，你先进屋喝口水。哎，快去！好嘞。村吗？是你来我们这干啥？我来你们村看小花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这是放烟花？我算的。你还会算？你凭啥来我们这看电影？村长，他不来，谁不来啊？朱秀娟，哎，凭什么不来？是啊，他凭什么不来啊？他说了，他不来，没说凭啥。你没说我是谁啊？是啊，你没说阮方圆是谁吗？我说了，就说了你，他才不来呢。哎，我是带着小花来的，你没跟他说吗？你没跟他说阮方圆带着小花来的吗？我没说，放电影还带着小花呢。要带你就带一朵大的花。你。哎呀，阮方圆，阮方圆，你别急，别急，阮方圆，阮方圆。哎，是你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这儿看电影。哦，藤椒大婶，你们村今天晚上到底放不放小花？嗨，这你就问着了。本来啊是要放的，但是啊，那放电影那小子啊。
跑到大竹馆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嗨，他在那村处了个对象。这儿离大竹馆村还有多远？哟，好几里地呢。哦。哎，你可慢点啊！住我孙家呀！转转在这儿。这儿啊！哎，对对对。钟守轩，开门！你干嘛呀？秀秀，你吵什么吵？娟儿，你这样对我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今天明明是去小诸葛村放映，但是我来你们大诸葛村了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咱俩前两天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好的吗？哎呀，你别拉拉扯扯。小冉同志，咱们都是搞文艺的人，说话做事有讲那么点分寸，你在这儿瞎扯淡，不觉得掉价吗？哎，这声音听得耳熟啊。他是广播站的播音员，你耳朵不天天听他说话吗？啊，赶紧回去放你的电影吧，要注意。时刻坚守自己的岗位。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，要有一点觉悟性。时刻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你让我坚守岗位？就凭你这个破播音员？你随便念个稿子啊，你就是搞文艺的了啊？哼，算不算不是你说了算。咱播音员在乡里那是有编制的。你放映员算什么？是临时工。原来是临时工啊！啥叫临时工？什么是临时工？就是不用你了，马上就得卷铺盖卷走。往前走，没多远了。哦。爷爷。哎。大诸葛村还有多远？就在前边。是那边吗？哎，就是前边。哦。没多远了。Thank you.
大叔，你们村不是放电影吗？不放了，这不看电视呢吗？电视比电影好。放映员呢？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到别的村去了。钱难倒了英雄好汉呢，一壶酒煮遍了满腹诗书，一条路走过了秦皇汉武，一杆枪挑翻了风雨江湖，一个小崽子就会骑自行车不简单呐，都是为了看小花才学会的。我们这儿啊能看见浪花，不过得白天看。爷爷，您看过电影吗？没看过，我这一辈子净打鱼了。电影可好看了。虽然我没看过电影，可是我知道电影是什么样的。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世界上所有的戏文呐，说到底，哎，它不过是那一文钱、一壶酒、一条路、一杆枪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全都装在爷爷心里了。爷爷，小花讲的就是一朵花的故事。爷爷，等我看了小花回来就给你讲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爷爷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小草他还等着我去给他送自行车呢。哎呦，那你路上可得小心啊。爷爷，这离半岛村还有多远？半岛村啊？那你是想走远道呢，还是想走近道？当然是近路了，小草还等着我呢。你要顺着这大路捡着杆的过去，也就到你们半岛村了。你要顺着小山坡爬过去呢，下了坡就到了。
这大路啊，远但是好走，这小坡呢，难走但是近。爷爷，我走近道。嗯，一路小心啊。今天来你们村放，就是给你面子啊！知道，我脸长。来，哎，我自己来哦，我自己来。你怎么哭了？